我就知道给高了，你这不冲动了。什么东西？来呀，给你看看莫西沙的一块好东西。莫西沙，皮还可以啊，放在手上的压手感还是可以的，皮非常紧的，皮非常紧，没什么表现啊。有黄物蚕，就算没有没有表现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没有表现才是最好的表现。怎么都是你们说的？这明明就是个黄物，白物底下出高货，黄物是要不成的。黄物底下出高兵。我跟你们说，到他们嘴里什么时候都是好石头。要不你打谁看看？多少钱嘛？列这么多的有什么好打的？要不这样，8888。2000块。理都不想理你。2000块，不开玩笑的，就买个皮，买个重量。我跟你说，里面可以玩冰的，你我也不跟你扯这么多了，6000块。你如果保我里面倒冰，我给你6000。保的话，我不敢给你。你是保不了嘛？所以是说6000是给不了的。保我肯定是保不了的。2000块，再给我加一点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卖石头就是这样的，他永远不会讲过我最低要卖多少，只会说你慢慢看，你慢慢给，你慢慢加。啊、我跟你说2000嘛。不给嘛？2500，不卖我不要了啊！不是你什么意思？2500我就不要了、啊。你还强买强卖了？那卖、啊、你知道我想卖，真是的。我就知道给高了，你怎么冲动了？什么叫给高了？我跟你说，你直接拿回去切。应该100的加，真的，100的加，加到2300应该就会卖的。切一刀算了。走，看看。这块小料切的好得劲啊、嗯！看看，是吧？看看，黑了。花了吧，裂呀，裂那没办法呀，打针现在全透了，主要是裂了，看到没有，好几条裂，肿也好，底色也好，